最近呢兩個月嚟呢我咧頸椎啊、膊頭啊、扯我掹掹緊，好痛好痛。檢查咗，原來係淋巴塞咗。近排我做咗休息時呢，啊，即刻個人呢鬆曬。希望嚟緊呢幾匹幫我做到更加好嘅效果。自從做咗休息時腹肌，我嘅甲狀腺啊～那個淋巴已經去曬，那個水腫啊，冇痛到啊。因為未做之前咧，我前望左拉住條頸又痛，望右拉住條頸又痛，望上嚟嘅天都係痛，扯住我嘅頸呢個位置都痛。後期做咗呢七次療程咧，全部呢啲痛症都冇曬啦，對於我嘅人咧。是很舒服，做開朗，心情開心，這個無痛人生的效果非常之好，我希望繼續做下去。